我们开吃。自己动手做的就是好吃。超满足，奶油好多。彩虹千层，太好吃了。颜值超高。草莓的小云朵慕斯，还有这个草莓的大粉粉慕斯，今天是粉粉的一天。我要一人独享这个草莓慕斯蛋糕啦，好开心！这个粉色曝光。千层，
抹茶千层，先吃一颗变细果冻，吃再多也不会长胖。有没有抹茶控？豆乳盒子。最后一个奶油蛋糕，挺漂亮的，就是拍不出这个感觉。
这种奶油是真的很好吃的那种。还是每天一杯牛奶。拜拜。